谢紫棋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俞伯洪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叶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欢迎。他们将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呢？ 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两段坎坷的婚姻，其中有很多悲伤和无奈，流泪时才让人幡然醒悟。我也有两段不幸的婚姻，经历之后才明白，爱情终究服从了现实。我们曾经开心的结婚。 曾经痛苦的离婚，我不知道该不该复婚，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有请这对情侣，有请。苏先生67岁，来自福建，退休，有请。周女士54岁，来自福建，退休，有请。欢迎两位哈，谈了多久了？ 我们在一起感情有8年了，领证了吗？领证，后来又离了。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有人有这个再在一起过的想法，所以才来的，还是说有在一起的想法？是您有还是苏大哥有？应该我们两个都有。那咱们就说说当时为什么离呢？有一回苏哥的女儿，她跟我说：“阿姨阿姨，你都给你儿子。” 买车买房，我弟弟要结婚，你也要给我弟弟，买车买房。但是我听了，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只跟他说，我说阿姨没这个能力，因为阿姨的儿子出车祸了，把房子都卖了，你经济上根本没有办法，连生存都有点困难。哦，那个时候你们是在婚内还是已经离婚了？在婚内的。 结婚之后，你们有房子吗？我跟苏哥结婚的时候，有买一套单身公寓。谁买的？是我们合在一起买的。那离婚的时候，这房子怎么处置了呢？当时我出2万，然后苏哥是出了8万，然后因为我是有单位的，所以我就向银行贷款了12万。加起来就22万，买了一套。 小小的单身公寓，让我们两个有地方住啊。但后来呢，就是苏哥他是那个拆迁，属于拆迁房，后来就有分3套，120平方的房子给他。好，我在想说有大房子住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房子车祸已经卖了嘛，啊，所以我就想把单身公寓给卖了，给我儿子买一套房子住。卖房所得的所有的钱。 都用于给您儿子去买房了。对，单身公寓的钱只能当首付。啊，首付了。反正这钱都归您了呗。对。您当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那他家的子女对这件事儿有意见吗？有意见，因为他子女不清楚。这中间呢，因为他分了3套房子，我们因为要住嘛，肯定要先装修一套。啊。然后我身上正好有8万。 然后我就借给苏哥先装修一套，因为苏哥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也是出8万嘛，那我借给他也8万嘛，我就是跟苏哥说装修的8万就不用还了，正好扯平了。哦，这样的，在您心里这个账是平的，对吧？那您觉得这个账平吗？对，绝对平。那您的家的孩子觉得这个账平吗？他不知道。那您干嘛不跟他们说呢？ 我认为我们是长辈，不需要跟儿子这方面说。哦，钱是我们赚来的，我们不要跟他说。钱是我们挣的，我们俩说清楚就行了。你们俩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有分歧吗？因为我卖了单身公寓，买了房子给我儿子苏哥说，孩子大了，你不应该管他了，30岁了应该独立了。我的孩子也不争气，他赚的钱少，花钱又比较大手大脚的。 然后他经常，没钱的时候就去刷卡，银行卡，把它支出来刷，刷了好几万，我到现在还在替他还钱。哦，苏哥为这个事情哈，经常在说我，应该说是批评我。他说，你这样子下去的话，他说我会劳累一辈子，没有出头之日。对，就是孩子已经成年了，不应该再管了。这是您的想法是吧？对。您家的孩子是不是特别有出息，不需要您管？没有，我的儿子也不出去，做生意当然亏了很多。我投下去的本钱，连本钱1分钱都捞不到。他做买卖是您投的钱？对。您投了多少钱啊？100多万。血本无归。血本无归。那您现在还管儿子吗？不管了。 哦，让他去独立了，不管他。是因为有过这种惨痛的教训，所以我也不管孩子了，你也别管孩子了。但是你可能舍不得，是吧？对，我跟苏哥是这样说的，我说，一下子丢掉我这做母亲的，我舍不得。他钱现在欠那么多，我说我要把它还掉，把它清零了，让我儿子重新有个机会，重新让他开始。他如果不改的话，那就是他的事。 他若改的话，对于我来说，这次帮他还掉的钱也是对的。哦，我认为是这样，所以我就跟苏哥提了一个建议。啊，我说你让我把他还钱，还到今年年底，因为我现在还在打工。啊，在那个公司里面当保安，还有一些临时的工作我就去做，比如说快递、打包、扫描啊这些我都有去做过。那您一直叫苏哥，苏哥，他们家的这个孩子。 跟您关系好吗？前面还可以，后面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就不怎么好了。闺女她是老大，好像跟我有一些矛盾，就是第一次她跟我说要给她弟弟。问你要钱给她弟弟结婚。这次问我要钱以后伤了我的心，她对我不尊重。她跟她爸说，她说，你看你，找了一个又跟。 妈妈一样的，就跟他亲妈一样的老婆，然后他回答，那有什么办法？你看我又找到这样子，好像他也挺失望的。您觉得他对您失望？啊，对他好像不是站到我这边，跟他女儿说，我就喜欢找这样的，我就找到这样的，我希望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找到他找对了，你干嘛要这样说？他应该这样子说他女儿才对。 他没有这样说，他站到他女儿那边说，好像不怎么看得起我。 哦，您觉得他看不起您了？对对。最后导致你们离婚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决定要跟他分开。有一回吧，那苏哥炒菜的时候，他抽油烟机忘记开了，油烟比较多。他儿子回来了，那个烟可能有跑到他儿子的房间，然后他儿子就生气，对苏哥说话有点责怪他不开抽油烟机。然后苏哥本身对他儿子就不满了，然后他儿子说这话他就没有好口气，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他儿子看吵不过他爸，他就把气就出在我身上，他就走到我身边，他就跟我说：“你不要住在这边了，你走，你离开我家，我不希望你住在我家。”那苏哥听了就生气了，他就拿起那个扳手，一个很大的扳手要打他。我看两个人战争已经很。 一触即发了哦！我说，我马上走，我马上走，我就拎了一个包，后来赶紧就离开他们家。我走了以后，他们好像就没有再发生。哦，但是刚才你也说到了，不是家里拆迁分了3套房子吗？怎么还会跟儿子住在一起呢？是这样子的，我来说吧，原先那个。 赔的3套房子，它是15楼、9楼还有8楼3套，然后当时没有钱装修，是我借他8万，他先装修了9楼，他15楼和8楼因为没钱装修，所以就没有装修，所以他儿子才跟我们住在一起。哦，然后去年，他赚了钱了，他才装修了。 15楼那次因为没有开抽油烟机，然后父子俩发生了巨大的冲突，苏先生家的这个儿子把您轰出了家门，就因为这个事儿离婚，对，离了多久？19年，19年，3年之前，离婚之后就是说我们还有来往，我们没有像人家一样像仇人一样的什么不理睬对方，我们还是有来往的。 因为我们毕竟有那么多年的感情，而且我们并不是两个人都很愿意离婚的，可以说是我负气的，因为他可能是不想离婚，是我这边气他家人，当时一气之下，然后提出一定要跟他离婚的，是应该是我，所以这3年其实。 我们也不能用藕断丝连这个词来形容，但是这3年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来，两个人的关系还挺好。对，感情还挺近。对，今天来这儿是要往一起走是吧？我们如果要复合，我觉得还有一些事情，应该解决一下。还有事儿要解决，什么事儿啊？就是子女的事儿，我听起来已经够让你们二老头疼哈。对，还有什么事儿？子女的一些事情。嗯，希望他子女能够尊重我。行，这个我们知道了。还有什么事儿？还有就是，如果重新复合的话，我要住到他家去，我不再想跟他儿子住在一起。他儿子有地方住了，就到15楼去住，因为他爸都给他装修好了。以后不要来打扰我们，我很怕他儿子再来打扰我们。这个好像很难。我问问苏先生，您现在退休了是吧？我做生意的。您现在还在做买卖？现在这几年没做。回来休息。那现在靠什么收入呢？老早赚来的钱。哦，老早赚来的钱，不是给儿子都赔了100多万了吗？手里还有点钱。对，够养老。够养老，够一个人养老还是够2个人养老？2个人。那您儿子这个钱什么时候啃完您呢？现在到今天为止，还有只剩下8000块钱没还，8000多。还完之后，你就决定再也不管了？是我不想再管他了，因为从16年到现在，我几乎每天都在上班，每天都在干活赚钱替他还钱，所以我觉得我很累，我要休息了。啊，您要休息了，来吧，问苏先生哈，那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您觉得都能满足吗？或者达到吗？比如说，同在一个单元里面啊，住不同的楼层，他提出是不跟儿子往来，这事儿能做得到吗？这个可以，我也是跟他同样想法，这可以啊。对你儿子，你长大了，你应该自己独立的，不要再啃老。说是这么说，他就是敲门来说：“爸，我要回家吃口饭。”这不叫啃老啊！来看你能进门吗？可以，可以，这可以吗？可以啊。哦，可以。他不要天天来，他难得来一次，比如说过节啊什么之类的，或者他出差呀、回来呀、没有饭吃。行，这听明白了。那您还有什么心结呢？他如果能够接受像你刚刚说的一样，他答应了，我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啊。对呀，所以这件事儿就是最头疼的，其实恰恰就在这儿。答应是一件事儿，真的做很难。就像您说，您不管您儿子了，突然有一天您儿子敲开您家的门，跟您说：“妈妈，我现在缺个2000块钱，我没这2000块钱我就过不去了。”您是给还是不给？明年后不给。明年？对，我跟我儿子说，今年年底把它还完。这种话大概不是第一次跟儿子说。不，我是第一次说。哦，那您儿子现在能独立生活了吗？他有去上班养活自己没问题，但是他如果大手大脚再去乱刷钱，那当然他就没办法。哦，对呀，那个时候他来了，他说：“妈妈，你给我2000块钱，你给还是不给？”不给，不给。确定吗？确定。真的确定吗？真的确定。真的确定。嗯，做得到哈。做得到。确定做得到哈。做得到。行，话说的都很狠，想的也都很狠。你们结婚的时候不就这么想的吗？我们那么伟大的爱情，怎么可能被子女给干扰了呢？现实呢，不仅干扰了，还就让你们离开了，对不对？所以听起来这个要求好像都是合理的，但是理上面是合理，但是从人情来一听呢，又差点意思。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好。看看他们有些什么高招和想法，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宏兄，再婚不容易，再婚离婚还像复婚更不容易。你们2个人的不容易，是能不能真正的放下各自的孩子，真正的不受各自孩子对你们婚姻的干扰和影响。如果复婚了，以后很多的老年生活的照顾要靠他，你心中明白。您对他的这份情债，更渴望的是自己已经快70岁了，身边要有个伴，要照料你，对吧？他是一个最好的人选，对吧？你呢？对这个30岁的孩子，真的放手吧，并不是说他的埋怨而放手。是因为孩子的成长放手。你要老的呀，孩子以后也要生活的呀。现在30岁、40岁、50岁，以后赚钱的能力都没了，他靠谁呀？要靠自己。你给他个机会好吗？所以你们两个人再婚，今天一定要斩钉截铁放下各自的孩子。谢谢，谢谢博宏兄、叶文老师。 我想问一下，二位今天到这儿来是干嘛的？是想让大家帮你们商量商量怎么解决矛盾，然后复婚的吗？是这个目的吗？是。我就想问一下，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复婚啊？刚才赵老师也说了，你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对彼此双方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因为你们是情侣。我一定要把你们定义在情侣这个概念上，对吧？现在你们是情侣，咱不说前夫前妻，现在你们就是情侣，而且在离婚之后，双方没有变成。 就是一见面都翻白眼的那种仇敌的状态，这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重新变成夫妻呢？重新变成夫妻的话，那你对他的要求，对男朋友的要求，那能跟丈夫一样吗？你对他的要求，对女朋友的要求，那能跟夫人一样吗？对不对？所以如果就我来说啊，复什么婚？你俩现在挺好的，是吧？和睦相处，还能搭个伴儿，我觉得吧，谈婚论嫁是成年人之间的事情。我不是说您二位啊。 在年龄层面上不是成年人，有时候年轻人来找我咨询，因为我也是个情感主持人。来找我咨询的时候，我总跟他们说这么一点：谈恋爱啊，你们可以谈，谈婚论嫁确实成年人的事情，那不是穿开裆裤的幼儿园的孩子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成年人有一个特点，他可以决定我自己的事情，而不受周围人的干扰。换句话讲，我有主见，旁边我确实有亲人，亲人给我的都是建议，但一个成年人不会让旁边人的建议更多的干扰我的主见和我最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婚姻。 我听了半天，您二位在婚姻存续期间不停地受到儿女的干扰，你也有，你也有。我请问二位，您二位成熟吗？真的是成熟的，自己可以给自己拿主意，自己在生活当中可以决定自己事情的成年人吗？很明显不是啊，周围的人都在干扰你们的生活。我觉着吧，二位做情侣现在挺好的，等有一天你们真的能够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为自己活，然后周围的人他们的。 事情不再干扰你们的时候，那时候再结婚也不迟啊。所以，女士，我就觉得，当情侣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做夫妻啊？有那个必要吗？嗯，谢谢叶文老师。来，山大老师，我先说一个题外的，刚才就提到那个您二位一起买的那个公寓的那个事儿啊。周女士一直说这账是平的，就觉得当时，苏先生掏了8万。 对吧？然后呢，装修的时候您又把这8万还回去了，就相当于您觉得这账是公平的，对吧？可是您拍着良心想想，这账公平吗？这房子最后卖了多少钱？你能用卖这个房子的钱去给你儿子付首付，所以这房子不止他当初掏的那8万，因为房子他是在。 您从现在就跟他断绝来往啊！我们指的不是断绝父子关系啊，就是让他独立呀、自立门户啊，能做到吗？做不到吧？我们再往长远说点儿，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孩子有没有成家，成了家之后有了孙子辈儿怎么办？管不管？如果您儿子还那么不着调，还是过来管您要钱，靠您养着，您管吗？那么怎么办？就是接受，就俩字儿。我指的接受是什么？你们就要接受对面这个人真真实实的状态。 他就是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对我有意见，他们的家人就是对我这个态度，但我就认准他这个人了，这些我忍了，我认了，因为您跟他在一起也不是没所图的，周女士，苏先生也一样，您找他也是有所图的，有人伺候您，有人照顾您，有人陪您走完下半生。 所以你也要真真实实接受这个女人，她就是有这么一个儿子，那怎么办？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就继续往下走；如果不能接受，就维持现状，或者干脆分开。我的建议就是这样。谢谢珊娜老师，来米娜老师。大哥和大姐的关系比较特殊，你们两个呢，并不是说我们老了以后可不可以再婚。 而是我们两个原本有了重大矛盾的人能不能够复婚？另外再说一点残酷的，您已经67了，您找了老伴儿以后都在说让你要跟孩子们断奶，断了就完蛋了。67岁了，身体能有多健康？我父亲也差不多您这个年纪，然后我父亲一身的小毛病、大毛病的。 我都会紧张的是，一天如果我看他没有上线，我们一起玩了什么游戏，我要看他没上线，我就会打电话去找爹。为什么？因为我爹没上线这事儿不寻常，我怕。这叫做孩子还关心。假如孩子不关心，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接下来他现在67，大哥如果是属于寿命特别长的，他可以到97，20年你要照顾他。孩子们都不管，愿意吗？任劳任怨。 努力的做，做完了以后，我说更残酷一点吧。等到最后，可能大哥万一您先走，这边你还在哭呢，孩子们过来告诉你，你可以搬走了。为什么？因为恨您啊，是您导致了父子父女不能相认啊。他的孩子们甚至都不会说，因为我们不孝顺，所以我们才不管大哥。他们会说，因为我爸找了后妈，所以我就不用管他了。老年夫妻结婚的话，要看重什么？就跟年轻夫妻结婚要看重对方的家庭，老人是不是好打交道，是一个重要条件是一样的。你们要看这孩子是不是好打交道，孩子有没有教养，孩子是不是通情达理。一旦孩子没有， 教养不通情达理，连基本的赡养父母的事儿都不想做的时候，再婚是什么？您知道吗？您就是要跳进这坑。谢谢米娜老师啊！总结起来就几个字儿嘛：各取所需，都靠不住，对吧？你对他是有需要的嘛？经济上是有需要的嘛？你对他也是有需要的嘛？ 身体的照顾上是有需要的，但是都靠不住。都靠不住的原因，不去拆解它，没有什么意义。这个就基本上应了那句话了，这叫门不当户不对，应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所以叶文老师给了一个观点，你们谈谈恋爱就行了嘛。如果你侬我侬的话，其实谈恋爱意味着什么？我可以拔腿就跑，我可以不负责任。 问题是你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他们才会给出这么一个观点来，就此打住。当然，你们如果说，哎呀，我们真的今天在舞台上说的，我们都能做得到，那我们也没有理由阻碍一对就想在一起的前夫和前妻他们的复婚，我们也是没理由的。生活得你们自己拿主意。实际上面。 要那么往回倒的话，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后悔死了！年轻的时候怎么没好好教育孩子？这个是这段情感的最大悲剧。两个儿子一模一样，太像了。哎呀，稍微于心不忍的是说，看到了被孩子啃得只剩下骨架的两个人，能不能互相依靠一下？那一点点的那种。 柔弱，被三个女人无情的戳破。他们说各取所需，都靠不住，你们自己看着办。一起进入真情60秒。在一起，我们还会在一起，我们还是要在一起。对呀。 今天命题特简单啊，在不在一起，不是我们说了算的，那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而在一起是有两种方式的，第一种方式就是以情侣的方式继续相处，处到真觉得你们彼此都能结婚了，你们再结婚。你们决定立刻复婚，你们就出来。你们说复婚这个事儿，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还是以情侣相处。 你们就不用出来了，生活里你们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表述清楚了吗？好吗？好，谢谢两位，请回，请回。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这个预测就很有意思了啊。他们彼此都放不下彼此，我还更多的是看到他们复婚的空间和余地。双出。刚才那个于老师说会的哈。啊，您觉得？我觉得。 也许会啊，来，莎娜老师，他俩应该在舞台上还是会出来的，他们可能会出来吧。我真的看了太多这样的事儿了。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 我们俩是通过我女朋友的闺蜜介绍认识的，至今交往2年了。这个闺蜜不知道是我脱单路上的贵人，还是我感情路上的绊脚石。2年来，我们之间充满了各种猜忌和不信任。我跟她在一起，每天就像哄孩子，感觉很累，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王先生24岁，来自甘肃学生，有请；李女士25岁，来自甘肃学生，有请。欢迎两位哈，是本科即将毕业还是硕士在读啊？本科刚毕业。本科刚毕业。对。我本科大4现在。是一个学校吗？嗯，不是。啊，咋认识的？是我闺蜜介绍的。谁追的谁？我追的。喜欢啊？啊，对。 谈了多久？2年多了。下一步的打算是？先完成学业吧。你不都毕业了吗？我毕业了，我想今年考研，然后我俩结婚，找工作。先把这些矛盾解决了吧，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2年多来也产生了很多矛盾。男生说你想多了啊，能不能走到那天还不一定呢，因为有很多的冲突，是吧？嗯。都有哪些矛盾啊？说来给老师们听听。 他大学期间业余时间做一下人力资源，当时他就结交了很多女代理，然后他就为了维系他们的关系，他时不时的请女代理们吃饭喝酒，一喝就喝到通宵，他还要送他们回家，基本上每次回家，到第2天早上吃早饭时间了。因为我干这个东西都是我们每天都必须得通过了解对方去完成更好的合作。我觉得了解对方干嘛呀？比如他在哪个学校嘛，然后我要去通过。 他然后去深挖这个学校的资源，这些然后请他吃饭，这些我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呀。为了合作，偶尔吃个饭可以，但是没必要。他整个通宵去喝酒，因为他有女朋友，而且那些是女代理，我就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但是这里面也不止一个我一个男生对吧？也有好多公司里面的同事，大家都一起对吧？工作本来就已经很晚了，然后大家说起兴去喝个酒。更可气的是，有些女生她确实不管别人有没有男女朋友，她也就不管那些事儿。 反正他们自己喝完酒也叫我男朋友接他们回家，然后我男朋友他也去接。但是这个我觉得，因为顺道嘛，然后就送人家回家。但是我真的又没有发生啥，而且我们仅此与朋友的方式去，顶多是合作好吗？还有他跟他的那些女代理们聊天，反正那些女生也是嗲里嗲气的，我就听不惯。我觉得而且发了一些表情包，我就觉得贼恶心。我就，哎，发什么表情包？就那种什么？怎么个嗲法呀？ 学一下，亲爱的，咋了？你能来接我一下吗？就那种有配图嘛，不是？对呀，这就奇怪了，你们又不在一起，你为什么要接呢？这个解释不通嘛。好，行，这件事我明白了，叫，以工作之名，在你的眼里行暧昧之事啊。但是男生说我没有行暧昧之事，我就是正常的工作，对吧？对，这是第一个矛盾点。还有吗？啊，还有上次我们寒假那会儿，我俩。 刚放假，然后我俩在一起。当时我就拿着他的手机去刷抖音，然后我刷到他给他前女友关注了，然后点了赞。我就当时就觉得他是不是跟他前女友还有联系，然后没有告诉我。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我就把他手机直接摔地上了。2年了，难道你不清楚吗？就是我跟他就没有任何联系。那个刷抖音有可能会推荐的熟悉之人，对吧？对，是可以给你推荐，但是你关注这个事儿，如果你不特意去关注他，我怎么知道呢？对吧？然后当时互关了是吧？他关注了他前女友，但他前女友没有关注他。没有。哦，还关注你了？那是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就问你跟你前女友有没有互关？互关，2个都互关了。还互关了？你看。 你都没发现互关就把手机摔了是吧？对，所以我当时特别生气，之后我就把他手机摔了，然后他把我就这推了一把，然后我就当时就受不了，然后他直接给我一巴掌。所以女生是在意他关注了他的前女友的抖音号，还是在意摔了他的手机之后，他愤怒地推了你一把？最在意的是他关注了前女友，然后其次是。 他推了我。行，这个重要顺序已经排过了。不仅这一件事，就有好多。就有一次我们两个去做那个兼职嘛，因为我们在一个生产线上做兼职。一个生产线上本来有那些女同事，平常工作或者业余我们会说开玩笑。有一次就是中午休息我没去找她，因为我还有点工作没完成。然后我跟那个女同事我们两个边说笑边工作，然后她过来拿着水果来看我。 结果看到我们两个在说笑嘛，他直接把水果扔到我脸上，还有身上，导致人家那个生产机器，第一是生产机器坏了，第二是那么大庭广众之下，我丝毫没有面子。我每次休息时间我过去找你的时候，你都是这样。你当时看到什么了？你要把这个水果摔出去。我当时看到他用手把那女生，然后他就反正就是动人家这样，然后他们虽然是在聊天，但是他动人家，我就觉得。 我有动嘛？我们两个就互相对吧？我不止一次看见这样，你每次都这样。你看到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互相对吧？然后因为那个有时候不是你们互相哪个吧？没听明白。就是我跟那个女同事嘛，就开玩笑的时候，人家可能就随意碰到我的肢体这些或者对吧？她看到之后，而且不止一次啊！因为我们在生产线，我就在她的旁边。 我上班的时候，我也能看到他们在聊天的。你可以跟我私下对吧？私下你可以拉我过去，咱们两个解决对吧？你可以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样的？而且就因为这种事情，你直接被人家老板直接炒了鱿鱼对吧？至于吗？我当时就觉得，大不了炒了就炒了，反正我也豁出去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就特别生气。按你的说法，你男朋友算惯犯是吧？一贯性的在生产线上跟这个女同事。 调笑是吧？对，而且动手动脚是吧？对。还有就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街上逛街嘛，当时他手机我拿着嘛，然后就微信响了，有一个男生嘛给他发消息，说你在哪呢？然后我当时说问他我这是谁？他说就一个同学，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打过去之后他听到我声音直接挂了。我说你说不说到底是谁？他说就一个同学呀。 然后我就直接走了嘛，我就觉得单纯的是同学，所以我就没必要再跟他多解释。反正是单纯的同学吗？难道真的？他为啥要问你在哪呢？他可能是刚好有事儿找我。有事你可以打电话过去问一下有啥事呀，对吧？我当时对呀、啊，我当时所以让你打了，但他人家挂掉了，不关我事呀。你就直接说出来，何必呢？不是，我特好奇，为什么你要去打这个电话呢？他就当时觉得别人问我你在哪，就感觉像是我跟那个男的提前约好了，然后人家直接问了一句你在哪，所以他当时生气，他就把那个电话打过去，然后我跟他解释，他不听，然后我还拉他，他就把我一把甩开，然后我当时也反正就特别生气，我就也再没管别的，我就跑到马路中间，我就直接往车上跑，然后差点撞到人家车。你往车上跑？对，当时我因为他，我就觉得他不信任我，我就特别想不通。因为这也是。他车差点往中间跑嘛，然后我就冲过去抱住他，然后因为要那个惯性嘛，然后我们两个都同时跌倒，然后互相都腿上都受伤了。哎呀，您的脾气真大啊！摔手机、砸苹果那就算了呗，干嘛还自己往车上撞呢？您这恋爱谈的还是别谈了吧，你谈这恋爱干嘛？他每次吵架就根本不顾后果。我们是我闺蜜介绍认识的，然后。我闺蜜跟她是高中同学，嗯，他们一起玩了3年，就对彼此的兴趣爱好啥的，而且因为比我认识的早，所以也比我熟悉。那会儿我跟她谈了2年时间嘛，然后那会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俩总是有说有笑，我们3个一起聚个会吃个饭啥的，他们俩就聊得特别起劲，然后我每天都插不上话，还有他们每天就微信上聊天，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既然都那么熟悉，为啥还有那么多聊的？这个我就觉得更可笑了，咱们两个认识是通过你闺蜜认识的，因为我们两个高中3年本来就是同学啊。我们当时啊，因为认识3年了，我们因为就是基本上就是以哥们去相处，我们根本就对吧，没有任何跟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隐瞒，好吗？因为我们两个可能会聊到那些高中我们曾经老师同学可能有啥有趣的事情，我们会聊一下。这个3年的事情就聊不完吗？那么多吗？我们3个在一起，如果说你不叫你闺蜜没事呀，我也可以啊，对吧？但是你每次非得叫你闺蜜，对吧？我叫她是你跟她聊得起劲的理由吗？你们俩这恋爱谈的还挺有意思啊，也不分手。就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就真的很常见，就常见。还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是异地嘛，不是？她在兰州上学嘛，然后我们两个 QQ 是互关的，我能看到她的 QQ 发消息，就有一个她的男同桌还是男同学，反正他们是老乡。就常以方言交流嘛，然后每天就发消息说吃饭了没，然后要不咱们一起去吃，就这种事特别常见。我就当时脑袋里涌现出一个想法，就直接感觉没啥意思，就直接分吧。然后当时我就直接把他拉黑了嘛，也没有跟他解释，就直接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删除了，就直接当时。既然 QQ 是关联的，我能让他看到，我就肯定是，而且我每次跟他。我不管跟我那个同学去吃饭还是干啥，我都是提前跟他告知他的，我提前跟他说了，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单纯的同学关系，我没必要就跟他解释太多，我就觉得他相信我，我就没必要去解释这些东西，没必要去解释。而且 QQ 是关联的，他也能看到我们彼此发的消息。所以他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他就在想，你看我们都在生产线，我在你眼皮子底下，我开2句玩笑又有啥呢？你不是也很愤怒吗？对呀。你可以换位去思考一下。别对呀，还换位思考。但是我真的就没有。但是这是一点，但他当时直接把我拉黑了，他直接人走了，我直接联系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咱们可以提前说清楚的。还有一件事，最让我气愤的就是，有一次嘛，因为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有时候会谈一些人力资源那些老板这些。我们有一次谈业务，我出去跟那些，然后当时我谈完之后。他打电话说，要不去吃个饭，然后我出去之后刚好碰见他了，他就在那个地方，我当时想不通，我说，啊这么大地方你怎么就碰巧在这样了？然后当时就脑子想了一下，然后后面嘛有一次，他打电话扣我说要出去游玩，然后我当时不想出去，我就撒谎了，当时我确实撒谎了，我说我现在在朋友家，不方便出去，你先去吧，然后人家就直接生气了，就说。你在家里面，然后给我撒谎说你在朋友家。对呀、啊，你明明在家里面，你不想去，你可以直接说啊。你为啥说你在朋友家里边？更奇怪了，我说你咋知道我在家里面了，对吧？就偶尔有一次我翻手机就看到了，他手机里面给我安装了一个追踪定位系统。那是因为你每次都不告诉我你去哪儿。你这样有意思吗？搞得我跟一个北板一样，对吧？我所有的隐私这些都没有任何的保护。但是又是你。但是要是每次你去哪你都提前告诉我，我也不会这样啊。所以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男生今天恐怕是来分手的吧，不是来解决矛盾的吧？对。你们四位有烫手的山芋了哈，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此刻是理性的吗？是清醒的吗？清醒的。那我就放心了。你一定要清醒，一定要理性。他和你之间真的不合适。这个男生是不是一种自来熟的那个男生？他和异性很容易打成一片，对吧？对。你有危机感吗？ 有，当然有啊，因为恋爱中的男女，很显然和异性是要有边界感的，但这位男生边界意识是不强的，他此刻的犹豫是自己改不了和异性的这种边界感，他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了，明白吗？ 因为他遭遇的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女友，你看稍不顺，不仅是摔东西啊，而抽耳光啊，在大庭广众，东西说摔又摔了，男人是最要面子的。我认为你们这段爱真的不能再维系了，他的没有边界感。 对你来说是破了底线的，你接受不了。你的极端强势，他接受不了，他和你之间真的不合适。谢谢波红秀啊，来叶文老师。有时候我们说两个人不能在一块儿吧，咱说不合适，未必是两个人都不好，只是他们不合适。但是你们这段关系啊，我必须得说一句，我个人认为，你俩都不好，在恋爱当中表现都不好。 我有时候也奇怪，为什么两个人明明不合适，你俩这关系处得这么扭曲，两个人非得要挣着命的在一块儿呢？首先，第一，我要说小伙啊，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你做什么？往好听点说，人力资源，你问没问过，请教没请教过前辈，谁做人力资源要做好，用你那种方式来维系工作关系，这是职场上的正常操作吗？你告诉我。还有就是在工作场合跟自己的女同事。 他有这个打打闹闹，别的我就不说了，就这么花，你就跟个狗皮膏药似的，你贴着你就揭不开了。你们都是有男女朋友的人了，男女朋友对你们没有那么大吸引力，没那么大吸引力，处什么劲儿啊？怎么都觉得关系之外的异性更有意思啊？你会跟老乡更多的啊，这个唠生活起居啊，今天怎么样？起床了没有？哪来那么多话？有话不能跟他说吗？还有你。 跟女同事也好，女客户也好，打成一片，嘻嘻哈哈。女朋友你反而得躲着，我就不明白你们俩处个什么劲儿。其实谈恋爱真正的，我觉得它的好处就在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又都很自由，我们来去自如。维系我们的是我们之间的情感。如果情感没有了，谁是谁的谁呢？好好想想，妹子，是不是？谢谢叶文老师。 山达老师，有人说呀，说这个女人一旦开始谈米娜老师啊，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无中生有，这不就是你的恋爱的整个的主题吗？面试喽，又是忙着搞答辩、写论文了，你们哪来这么多时间互相抓这个抓那个、扔苹果的、砸手机的、刷抖音的？就是无聊的两个年轻人，你们爱分不分，随便。谢谢米娜老师，你们这是生活吗？谁干一个什么事儿在职场里靠是靠喝酒的？没有，电视看多了，人脉这个词儿，电视看多了，短视频看多了。哎呀，我做个什么事儿，自己都不努力，谈什么人脉啊？家教哪儿去了？一个大学在读的一个女生，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就算跟别人调笑，你可以转身就走，怎么会把那个苹果和水果咔就摔在机器上，摔在这个脸上了呢？短视频和电视剧看多了吧，那是桥段需要，现实生活里只有泼妇才那么做呀，正常女性不会的，更何况你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吵完架以后往车上去，电视剧的桥段啊，你们是谈恋爱的吗？米娜老师有感而发，无聊，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就这个事儿吗？回到正常的生活里来了，该考研的考研，该毕业的毕业。所以两位，该分手分手，该干嘛干嘛，一起进入真情60秒。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一起进入真情60秒。2年来，虽然咱们有过很多的矛盾，也有过为互相的付出。能不能走下去？我觉得我们两个都需要互相的改变。2年多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矛盾，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但是我们毕竟已经在一起2年了，我们还是考虑一下吧，互相各自考虑一下。谢谢两位啊，请回，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0，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咨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吧，预测一下吧，吴红兄。女生从前面的不许分到真情60秒的考虑一下，我认为这是进步。但两个人分手对谁都有好，男不出女出。叶文老师。我想应该也是这样的吧。啊，男不出女出是吧？对，女孩不舍得。啊，莎娜老师，我觉得他俩都不会出来了。啊，米娜老师，其实我跟莎娜想的一样，我也觉得俩人不会出来了。但至于这个手要不要分呢，随便。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来吧，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再一次的谢谢4位老师做的精彩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